哎，现在我发现只要是海边都整点这种的。你看那个香港那什么什么什么永香江那个。哦，没去过香港。我去香港也是因为王璐要去我才去，要不我也不会去。哎，我现在去香港还有地儿住吗？就和周子谦挤一挤喽。就是啊。哎，你说那船要开到神木里是吗？说完跟他们说这是特效，这是假的，这是你们看着的不是真的船，是朽木的。是。咱这边应该啥也看不着，他在照到那边才有图像，这边太厚了。都跟圣淘沙学的，圣淘沙那火盆。对哈，圣淘沙最开始那个水木现在还有吗？就是换成一个新的了。有啊，Songs of the Sea 吗？是不是？没有，圣淘沙现在弄的比原来复杂了。Universal Studio 要开变形金刚主题的了。对。但我等它开完啊，等它开好，等它建好了，我就要去。我觉得 Transformers 里应该有很多好玩的东西，而不是那种就是小孩玩的东西。圣淘沙岛是老大了，你就看他想圈哪儿，他只要想圈，他交钱就能圈上。那个岛那么大，我现在还有点想去玩了。据说那过山车还不错。嗯，过山车还不错，但他就两个过山车没意思。就是有一个红一个蓝对着的那个。就俩过山车没意思。对。